惊哟。哟，无法度伫台湾生存啦。你看，啊，虽然物件卡手万吨的啦，啊，佫想要去台北吃头路。真假的，敢有讲我半句话？你不懂我好不啦？哎吼，有够可怜的啊！我家己死伫厝内吼，死拢无得。那是提出医药费，妈妈袂死啦。爱向前看。